徐凯公开表白吴谨言，两人互动亲密无间，网友两只吉娃娃。徐凯公开表白吴谨言，两人互动亲密无间，网友两只吉娃娃。暑期大剧《延禧攻略》备受欢迎，剧中主角也因为这部戏纷纷爆红，秦岚也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，佘诗曼也再次名声大噪。不过最红的应该就是作为剧中女主魏璎珞的扮演者吴谨言了，出道多年名气都不温不火，还好出演了这部大剧，现在名气都已经晋升到一线了。而剧中男主聂远观众都不陌生外，还有傅鹏的扮演者徐凯，本来是十八线外的演员，因为这部戏爆红速度也是让人惊叹。因为《延禧攻略》的大火，媒体肯定不会放过这两位主角的，对他们的采访肯定也不是少。在一次采访中，只有徐凯和吴谨言两人一起坐在椅子上，很多网友发现两人的坐姿后，纷纷觉得这是不简单呀，在两人之间完全没有看到什么安全距离，仅仅挨坐一起，毫无间隙。当被问到对待感情是一个什么态度时，徐凯回答的时缓，眼神一直注视住旁边的吴谨言，说自己对感情是一个很专一的人。有网友称，这是在对吴谨言表白吗？而当吴谨言回答时，徐凯更是目不转睛，一直等住吴谨言回答。吴谨言也没有觉得丝毫不适应的感觉，淡定自若地回答记者的问题，两人这超出正常男女的互动界限，真的没有办法让人不遐想呀。在前几天，吴谨言还曾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一组和老师在《延禧攻略》剧组录制完快本后请大家吃饭聚餐的照片，照片中吴谨言好像是依靠早徐凯怀里，这可把网友们操心坏了，纷纷猜测这种姿势徐凯的手应该放在哪里，是不是背后两人的手是握住的。不过也有网友看到这张图片后搞笑的评价说，两人看起来很像两只吉娃娃，哈哈，两人的眼睛确实都挺大的。如果两人公布恋情的话，你会祝福吗？参考来源